哎呦，大妞儿，闹上了，太牛逼了啊！这个神器，神器，酱油，哎呦哎呦，老抽，老抽啊！看看底下，看看这个，看着，什么都没搁啊。看了吗？太牛逼了！你吓死我！看了吗？就是这么神什么奇，人？什么都不用放，老抽啊！你们可要知道，看看这水池子粘上，看，看我这个水池子粘上，这个都这样。哎呦，给毛巾吃了，干妈。没那什么了，油少了。这豆儿咱们别弄水池子里啊！看啊，不要闭眼哦，不要闭眼，不要闭眼。皮儿别蒜啊，这我刚弄上皮儿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皮儿不要蒜啊！不要看我这皮儿，你要看没有油了。我这因为我这刚都有好多豆豉出了，这你看皮儿也冲掉，皮儿也能冲掉啊。那毛啊，擦桌子那毛什么的，基本上都不粘的。看，这真是神器，看见了吗？这真是妈妈女人的神器呀！看见了吗？什么都没用啊，什么都没用。这是我家一直在用的啊，我家一直在用的，看看跟这是一样的。都已经用破了，你看看还光洁如新啊！太棒了！这是我刚才打开的，就问你神不神？咱就说神不神啊？看见了吗？水池子上都给招上了，但是它没事儿。这是一款厨房必备神器啊！喜欢的话就去拽哥的橱窗里购买，或者晚上8点。来看我们直播，看看它神奇不神奇？太棒了！